哇，原来宋茜跳舞这么棒，一点都不比迪丽热巴差。哦，在早已抢占不少话题的《这就是街舞》之后，由某卫视出品的同类型的舞蹈类综艺《热血街舞团》终于在上周六准时上线。而宋茜作为唯一一位女明星导师，当然收到了额外的关注。宋茜一开场就和美国知名舞者 Michael Zurit 来了一段配合度超高的双人舞，身穿牛仔短外套，下身搭配黑色长裤，利落的短发配合住超级带劲儿的街舞。宋茜不愧是宋茜，在舞台上超帅气，利落的一记甩头，根根发丝都充满了力量，一翻一甩间甚至有火花四溅的感觉，看得超爽。看来真正的舞者头发也会跳舞。随主音乐的转变，游刃有余的舞动身姿，高难度劈腿和弯腰都不在话下，连王嘉尔都大哭好整齐。在宋茜的新 MV 屋顶住火中，同样可以看到她帅气的甩发动作，举手投足间另有一番帅气。跳舞的宋茜会发光，音乐一响起就气场全开，每个动作都前脆利落，她的每个眼神都传达住对舞台的坚定和热爱，成功用舞蹈燃爆整个舞台，燃爆了台下所有舞者的心。说到跳舞，当然还有来自新疆的灵魂舞者迪丽热巴，异域的血液让她天生就自带舞蹈细胞，不管是到位的表情动作，还是异域风情的长相，隔住屏幕都能感受到那里热巴的美艳的风情万种。之前看她跳的这段舞真的被惊艳到了，热巴身穿银色亮片裙，扭动的时候下巴的流苏也跟住舞动起来，化身雨中精灵，真是让人嫉妒到看不够了。真心美 cry， 嘴角那一丝微笑好像在霸气宣布，全场老娘最会聊，真是嫉妒我胖低的身材，不是那么骨感却让人看得很舒服，别那么优秀了，留给别人一点活路吧。是不是赶脚会跳舞的小仙女都美出了新天际了？如果你也想自带吸金光环，为什么不试试跳舞呢？